现在演示 BPI G1 控制 Yalie 灯泡，有 Yalie G1，还有一台智能手机。然后流程是这样子的，就是 G1 它会建立一个热点，并且会有一个 HTTP 的一个服务器在里面运行。然后 G1 的蓝牙会跟 Yalie 连接，然后通过手机连接到3200这个热点，并打开网页。网页上面运行的一个 jQuery 的一个颜色选择器，然后把颜色选择器的颜色值通过网页传送到3200，再到2540。去控制 Yalie，现在先打开 Yalie。然后再给 G1 上电。好，现在先连接到 G1 的热点上面。好，已经连接。再打开浏览器，这里只要输入一个网关就可以了。行吗？好，然后打开这个 demo，这是一个网页，然后这里是一个 jQuery 的一个颜色选择器。啊，这个时候可以都可以跟着这些色环上面的颜色去控制 Yalie。演示就到这里。